于在重庆夜市我遇到本地超火的背篓烧白了。阿姨，我要份烧白。可以的，这肥的可以哈、啊。瘦的好吃，肥的好吃啊？肥一点的好吃，入口即化。哇哦，多来点肥，来点瘦的吧，都体验一下好吧？可以。这个怎么卖的嘞？35一斤呢、啊。哇哦，好便宜啊！你卖多少年了呀？卖10多年了。只吃这个会腻吗？光吃那个肯定腻噻，只要下饭都不会腻。这个一般都是下饭神器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是梅菜，这是榨菜。榨菜的。这个榨菜算不算钱呀？榨菜不算钱。这个榨菜好多呀。那咸菜配这什么才好吃噻？又还吃味哈。好吃又下饭啊、哦。对。哇，这看着太熟悉了吧？吃一口看看。今天来吃布蕾焦糖可丽饼。哎，老板你好，来一个草莓焦糖烤布蕾可丽饼。好的，现在开始给你做面糊。这种做法好像摊煎饼啊。对啊，国外的煎饼。那我们这个多少钱一份？32。有点费时。你卖可丽饼多少年了呀？8年喽。这么久？再过2年还上市了。哪里上市啊？夜市。我可以加点我自己喜欢的酒进去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的地盘我做主了，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你小子是有点反骨的成分在里面的啊！但是给你加布雷，这么大一块，高热量警告呀！你自己摸一下，这个是冷的，没有热量。哇，你这个布雷看着好有食欲，都给我看饿了。那边家要剪掉不给我吃呀？真认真的吗？不用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蔗糖。蔗糖不是白糖吗？我这样说显得高级点。谢谢你，付了钱，那你把我现金还给我。